日前福建的一宗鸿门企业联姻突然登上微博热搜，主角是体育用品企业特步小公主丁佳敏和七匹狼少爷周力远。网民除了惊叹企业强强联合之外，亦都有针对婚姻门当户对的讨论。网传彩礼高达18亿人民币，内地网民和媒体都开始爬梳福建的豪门联姻圈，发现闽商的企业透过联姻商业合作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网络。据了解，安踏、特步、三六一道、七匹狼、白马等知名企业都是来自福建泉州，这些企业一直都有联姻的传统。福建六大家族的身家合计超过600亿，很多网民都感叹有钱人终成眷属。